你好，是胖苏吗？啊。哦，您的花签收一下。哦。好嘞。谢谢啊。嗯，没事。没地方放。喂，小五。啊，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，拜拜。来了来了。你的快递，来，签收一下。哎，好嘞，拿好。谢谢啊。大小姐。大哥。来。送来，来来。哎，唐小姐，来。哎，等等等会儿，大哥，我不是唐小姐，你可能搞错了。别开玩笑，唐小姐。哎，你看一下啊，我这电器放哪儿比较合适？不是，大哥，我真不是唐小姐，你看看隔壁有没有叫唐小姐的。黄甫爵，你往我家送那么多东西干什么？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，你别再往我家买了，什么都不缺。